啊，校长是神秘嘉宾啊。好，还有凯比哦，来四六年级厉害哈、哦。我们小机器人凯比今天也要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哦。好、哦，现在他要跟我们进行很多的活动，顺便也跟家长做一个宣导哈。哦数位化时代已经来临了哈，小机器人在我们课堂上哦协助教学是一个趋势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带着他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圣诞节。那主任这边也不再多说了，因为今天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节目等着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就将主持棒交给两位小主持人，轩逸。来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两个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李轩逸。我是邱子晴。对对对，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各班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是啊，让我们赶快来欣赏各班的表演吧。不，先不要，因为我们最美丽的大张长还没出现呢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当然先请我们最美丽的大家长来帮我们演绎几句话。欢迎童芳林校长。好，我们今天最开心、最欢喜的竹安小天使们，还有我们参与的家长、老师、主任、各位伙伴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校长好。岁末是一个一年的结束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欢喜收割的时光。那圣诞的活动一直都是竹安国小最重要的活动之一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从一早7:15就感受到了。最早的欢乐声是什么声啊？啊，澡堂果的惊喜声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活动，真的要很感谢我们谢主任的配合，以及我们吴主任的一个规划执行。好、哦，还有昨天晚上圣诞老公公是不是有来过？有。那你看我的装扮，我今天不是圣诞老婆婆，我是他的代言人，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欢乐，一起快乐。那不好意思，家长们你们可以坐下，哦，随性的坐下。那也要感谢我们竹安国小所有的老师，对于我们社团的一个训练，以及每一个活动的准备。你们最近是不是练了很多次很多次的舞蹈？我们的国乐也是一样哦。我们的老师不仅平常的时间都有练习，还加练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你们已经摩拳擦掌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竹安地区所有的亲师生，对于我们是非常的支持，更要谢谢我们家长会的鼓励以及支持跟资源哈，让我们竹安国小非常的棒，好，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好，那最后就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， 谢谢。